明树门里只有我和爷爷两个人，招待你会不会有些不太方便？那里灵气充裕，并无不妥。啊，我是说，算了，先回去吧。这个天儿，能出去逛逛就好了。逢妖必除，真的对吗？师父常说我异想天开，只会让我埋头练功。那姑娘长什么样啊？师兄，你看那些御剑的弟子多威风。真是的，你看那些御剑的弟子多威风啊！今日竟能亲睹神族降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小秋是天师门侍奉的神子，你们呀，那他也是来自神界吗？看起来挺有气势的，这说来可就化成了。你们呀，内塔看起来挺有气势的。这说来可就化成了。天师门果真气派。你看那些御剑的弟子多威风。你看那些御剑的弟子多威风。
天师门果真气派。上身好，上身好。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乖孙女儿，你可回来了。他是……爷爷，您听我说。竟然有此等奇事啊！这里是他要的。够了够了，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件事。小秋是神子，这么说黄皮子欠我们一份大恩呐。请问上神尊号是？我叫修吾。修吾上神，为民除害大英雄，老夫敬你一杯。你真的打算留在我们这儿？势必如此。既然你都留下来了，不如就加入我明术门吧。啊，弃暗投明。他们天师门有神子，难道我们明术门就不能有神人吗？怎么样，当不当明术门的弟子？不当的话，就不许留下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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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从今天起，修吾上神就是明术门的弟子了。听说啊，待会儿收拾一间房间给修吾。啊，修吾啊，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下来啊，我们这儿清静，不像天师门那边人多闹腾。时候不早了啊，我去躺一会儿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住的地方。刚才爷爷那些都是玩笑话，你不必当真。我已应允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若是加入我明术门，按江湖规矩，你得称我爷爷为掌门，称我为师姐。所以爷爷说的那些，你不必。师姐。当真？可是，你贵为神族，
生灵无高低贵贱，既然是规矩，我自当遵循。他看起来似乎不是在开玩笑，那明术门岂不真的有神族弟子了？师姐，这是我的房间。哦，是的。若有不便之处，请告诉我，我就住在主殿西侧。你用这个擦擦脖子的伤痕。你咬的伤痕？对，你快用药膏涂一下，这个治伤和祛疤很管用的。哦。然后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个伤口的来历了。自从爹娘去世，这间屋子就一直空置着，还好我经常打扫，才能这么快就收拾出个像样的弟子房来。唉，爷爷也真是的，越来越孩子气。一夜没睡好，竟起晚了。爷爷一时兴起收他做弟子，而他竟然答应了，所以我的确是有师弟了，还是个神族。哦，好啊。嗯，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啊，你怎么？这是？我看他身材和你爹相近，就给他换上试试，怎么样？很有风采吧？可见修武与我明术门确实有缘呐。这是我爹的衣服，我没见过。是你娘亲自给你爹做的。哎，只可惜呀，你爹还没穿过就……老头子真是的，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哭什么呀。明术门时隔多年终于又有新弟子了。
修吾啊，今日是你入门第一天，这柄宝剑就作为见面礼赠予你。此剑名青天剑，和青书继承的碧海剑，是我明术门镇派雌雄双剑。虽然比不上你失去的春姿神剑，但若二人齐心协力，双剑刚柔并济，辅以御灵之力，威力亦是不凡呐。谢掌门。好啊，以后明术门就指望你们了。对了，师姐，你看这个伤口已经全无痕迹了，多谢你的药膏。我不是让你别再说这个了吗？我并未提及伤口的来历。这件事就此翻篇，以后不要再。大人，此地有铸魔之阵。无妨，速战。众长老，解铸魔之阵。多加小心。天色变得好诡异，天师们发生了什么？神尊神将，应是天魔众已现身。
这些弟子都受了重伤。速至神元塔。神元塔怎么会？小秋，强有强敌，莫乱心神。早已料到尔等宵小会来强掠，本尊怎会不做防备？区区锁链，师姐退后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我已结共生之术，现下不能分离。是魔族的力量吗？
本尊赐予你们神学之力，休无听令，拿下魁宇。感觉全身凌厉，前所未有的澎湃。此去时间追捕杀人，将其一举击毙。不可攻击！师姐，是否无碍？没事，我没受伤。